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，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，迫使农民多次的举行起义，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。在中国封建社会里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、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，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。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，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。在中国，离开了武装斗争，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，就没有人民的地位，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，就没有革命的胜利。
胸怀。
快神，快步山脚把路行。老乡，老乡，我的老乡最要紧。穿天衣把路行，那是老乡山的人。把路行，把路行，把路行为民天下问。毛主席共产党，你们咱们闹革命。
Thank you.
Yeah.
结晶，咱们团结劲大才能得翻身呐，咱们团结劲大才能得翻身呐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